国姓乡福冈山清德寺举办义工年终联谊餐会，跟社区改志工一年来辛苦。咱搭馆长柯淑华、立委马文君、立委董山林、尤浩等等贵宾特别出席参加，并且发行福袋和参会志工，肯定清德寺多年以来投入社会公益，帮助弱势族群。尤浩冈山清德寺举办志工岁末慰劳联谊活动，伫主持会长法师。带领450位合法义工上京祈福当中来留在进行，并且安排精彩财神祝福迎富贵的表演。非常感谢不管是从市府单位，一直到我们的护法信徒，这一年来给清德寺的种种支持跟鼓励哈，让我们在这里的弘法事业能够进行得很顺利哈。所以我们利用今天来感谢大家。南投馆长柯淑华出席围炉联谊活动，特送青云法师结青高照的墨宝，伊嘛带来另外道路建设作为新年的礼物。年底的时阵哈，咱的龙和尚有特别来跟我讲，那我也跟龙和尚报告说，这个预算也比较大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两年来试做？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同事也特别跟我回到，有亲自我请他们再次来做更仔细的会勘，应该是在1400万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一年来，福冈山清德寺感谢各地信众甲义工朋友无私的付出，帮助推动社会公益，照顾弱势族群。清德寺除了弘扬佛法，伫咱的地方也好，做真侪公益，尤其参与真侪文化活动。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佛法像星云法师他佛法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实务的体验。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让我们的社会更好，然后学习佛法的精神。那其实清德寺不管过去在地方上，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公益，包括对南投县政府以及包括灯会。爱都其实对于县府都大力的支持，对于众生，对于公益都做了很多的事。那尤其是他配合着我们各乡镇的佛光会，其实有都常常都在做许多的一些物资发放。义工岁末围炉活动，和大家照出来联谊同乐。会长法师嘛勉励大家，福冈山长期提倡三好运动：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希望大家落实在生活当中。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